相信大家都希望在一个繁荣、安定、舒适的环境之下生活，这些只是很多人的基本要求，其实又不是太难。只要你的国家经济发展蓬勃，社会治安稳定，生活就自然舒适安稳。国家繁荣稳定，良好的治安十分重要，所以需要有一套健全的法治制度来管理和执行，大家的生活才开心，经济才可以发展蓬勃，亦可以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来投资、旅游，甚至是移民。根据一份以往的全球和平指数显示，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大部分都是欧洲。大家或者会觉得奇怪，欧洲经常有暴力事件，为什么还算安全呢？因为很多暴力事件是社会治安问题，并不是严重的恐怖攻击。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对自己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坐视不理，所以除了基本的法治制度之外，还有一套更加严厉的维护国家安全法。国安法主要是针对对国家作出危害行为的人，所以对于守法的人是没有影响的，而且只会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。危害国家的行为包括有颠覆国家政权、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等等。一个国家治安不好，受到伤害的除了是本身的国民之外，也都会吓怕外国的投资者，所以很多国家都有一套国安法的法例，以阻吓作出危害国家行为的人。好像在美国，如果你触犯叛国罪，最高刑罚是死刑；颠覆政府罪，最高可监禁20年；煽动叛乱罪，最高监禁10年。在英国，触犯英国叛逆重罪法1848，最高刑罚是终身囚徒；反恐和边境安全法案，最高可监禁10年。在德国，触犯刑法叛国罪，最高可监禁10年。触犯国安法的判刑好重，那也都是反映出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，所以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应该有一套的国安法，以保障社会安全，减低受恐怖活动滋扰，商业和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，这样才是一个幸福和理想的家园。